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渴吗？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饿吗？你不要问我饿不饿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冷吗？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就让我们开个空调好了。我妹，你骗人！上次跟你吃饭的女生是谁？我干妹。你骗人！上次跟你遛狗那女生是谁？我妈。啊！你又骗人！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跟你分手！你要是跟我分手，我就死给你看！那上次在夜店你给他电话那个男生是谁？我先去打给我妈。喂，妈，啊，母亲节快乐。对啊，没有错，那个混蛋现在就在我面前跟我吃饭，而且还跟我提分手。哎，我要打卡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一个下三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你真的没反应吗？你的心有一